哦，白頭嘛，係啊，係我哋嗰隊㗎，一個禮拜踢十幾場，成個中場都見到佢啦。佢啲體力仲勁過我。我真係好中意踢波㗎。讲紧如果正式嚟讲，都讲紧踢咗成四十年噶啦。今年55岁噶啦，最夸张试过有一次，我去跑完10K，跟住连续去踢两场波。平时注意饮食啦，即系做运动啦。咁另外都饮啲补充品啦，对体能都有帮助嘅。初中1977年嗰一年咧，我哋就成立咗一队球队。咁踢到而家嗰队波仲踢紧嘅。其實很多場比賽都有印象的，最深刻的一場就是我跟一班老友就參加一個杯賽，就打到入決賽了。對方都是二十多歲的後生仔，開波之前那班後生仔就說吃硬我們了。半場我們輸了0-2，隊友都很心灰了，但是我就是都不認輸。下半場給我入他三球，卒之我反勝他3-2。但是最令我開心的都是我的女兒，她平時都見我成日踢球習以為常的，都踢得怎樣她都不會怎樣說的。但是那次就收到一個 message， 就寫著 I'm proud of you， 我覺得就很 touching， 很感動，我自己看完都想哭。